Hi everyone， 我是 Mini， 欢迎回到多益小便当。那我们每周呢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分析一些 TOEIC 的题目，所以要记得随时回来关注我们哦。那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题目。 Employees who feel like blank out for our company's basketball team can finish work at 4 o'clock. 选项 A, try. 选项 B, to try. 选项 C, trying. 选项 D, tried.那这一题的中文意思是想要参加选拔争取成为本公司篮球队队员的员工就可以在四点钟的时候下班。那这一题啊，它其实你看到 A 到 D 的选项全部都是 try out for 嘛，那 try out for 这个片语它其实是争取的意思，所以我们通常会说 try out for something。 那如果我们直接讲 try out， 那就会变成尝试。所以这一题呢，他要争取公司的这个活动嘛，对不对？所以重点我们再往前推，看到 feel like， 我们中文以前常上课文的时候，我上过妈妈像月亮嘛，那个像其实就是 like， 所以在这边妈妈像月亮，以中文的句子去看的话，像后面我们要加月亮，也就是名词，所以一样哦， feel like 后面我们不是加名词，就是加有名词形式的动名词。哎，听到动名词，相信很多看过我们很多影片的同学就已经可以想到它就是 V-I-N-G 啦，所以答案就是 C, trying。 那整个句子呢就会变成 Employees who feel like trying out for our company's basketball team can finish work at 4 o'clock. 这样子学会了吗？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一定要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